那个武则天去保卫，那哪里把年轻人给扶下来？哦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以前这个话用点在讲这些说法，讲出这些不给参考。我今见，请问你见到什么？请问你闻到什么？请问你得到什么？请问你要受持什么？这故古曰：我今我给了你，我今见闻的又是什么名呀？所以你如今这老爷都晚代怨结，怨结。晚干艺术的是什么样？他还没证悟，虽然一些事物该经历的这当中，他们还没有证到见闻得受持，但是希望讲晚在外头了解如来实义，如来实义，你的见的来对，你的闻的来对，你的听的来对，你的修持什么样？这物件你明白，里面呢了解如来实义，见。见而无见，见法界；闻而无闻，闻法界；受闻而无闻，闻法界；得而无得，得法界。不是无哦，你听好，有见，不是这里无见哦。这个题，同学，大米，你看到啦？你看到大米娘吗？你有看到水无？看到没水无？泡茶，你看到看到哪？爹娘啊！你看到爹娘啊！你看到，你看到，你看到，伊的实力，伊的实力，他的实力，伊的实力啊！实力就是那个水嘛，水这个本质，这个本源就是水嘛。你看到伊的实力，伊的实力是什么？这个实力是不变的东西嘛。但是咱做看下，看到哪？拢看到表象。不看的真相，他在百丈禅师佛书里面讲，玉帝佛性义，观世间因缘，因缘玉气一粒之中，玉帝佛性义，这个佛性义的不离实义，但是那个，观世间因缘，你今天看到这事多多呀，你也不开悟，你今天来开悟。自然语言唔免甲你讲啊，你甲你讲哪，迄种二啊三四五六，迄种唔是迄个实验，迄唔是真正实验。我想讲，当你夜晚时咧困的时阵，人咧问我，上点啊是你站来几点困？上点是我站十点困，二十点就困，伊一早十点才有困。我讲你几点爬的？我六点爬的。你已经六点以前爬啊？伊你三十点嘛？安尼听无？比如你对意味，你对意味，对迄个无我到有，要有我之前，去某叫做实义。你个含义，你无一个啦，无一个，你这个变，它是清净变，它没有一个分别在里面。你怎么能够？好，我怎么分解啊？分解清啊？分解做事的吼，我之前搞天光吼。我怎做好困的吼？啊，你十面啊，万几面啊，吼！啊，你十面啊，十二点，吼，人咧卖碗粿，两点要卖粽，哦，咧卖什么的时阵啊？你卖哪面啊？几面啊？叫几面？你挑几面？你会愈困愈艰苦的。啥叫啥叫啥花花几面？人咧花几块钱呢？啊，人咧花那大，困得起你死啦！你是困袂起。你都在讲讲那话未免，是咱自己的问题。因为呐，你没有入到这个实义的里面，你阿个哪里啊？哪里闻？闻？你阿个哪里闻？哪几闻？你还没有闻得无闻闻法界？什么闻得无闻？我不听的。啊，你不要信，每当三千几千的，诶，对一个人讲，我不管什么地方讲。叫做闻而无闻，闻法界。所以写到
所从多空出的，伊讲清清翠翠即是如来，郁郁茫茫唯是般若。先讲出的，清清翠翠哦，我看到迄众生全翠翠哦，拢就是如来的化身哦。郁郁茫茫，我看到迄个五花迄个迄个玉香花哦，我看到玉香花不也是精灵啊？拢是地位哦。伊拢在对我咧笑，阿妈嘛对伊咧笑，迄叫做一心法界，迄叫做一心法界，一心法界。他没有，什么叫法界？这个样子来办，这个法界该是真熟的。咱想到这里面，这个法界叫做自然法界，所以咱想方设法来讲。用财团后壁呐，不，只要那个财团嘛，财团嘛，你是自然人嘛，啊，什么叫自然？自然就是道嘛，做人就很自然嘛，一心没有二心才能进入法界嘛，你进入到自然的法界，那叫一心法界，你看到，哦，那个方法，那种伊的智慧，你看清这是拢是如来的什么样的思想。所以那是为了讲我安那方便，伊讲哦，牺牲总是广长舍，三舍五味是净化身。起声哦，迄、那个最潺潺潺潺的声音哦，伊伫山顶咧睏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声音就是哪，哦，迄、那个声音就参着如来的广长舍，什么叫如来广舍？就如来的讲法，哦。三生无畏是净化身，哎，再变给你哦，看山心，拢是啥物啊？拢是净化心哦，众生的化心哦，化身哦。那是为了讲，伊讲行的禅，坐的禅，以莫动静家的，即个就来讲啊，叫做一心化境。就是讲，你进入到你闻，你无闻，你闻而无闻到到那个境界。你有闻就分别，你有闻就分别，分别呢？旁边你找谁啊？见你有见就分别，你有闻就分别，你有闻就分别，你要受苦就分别。那东西你怎样？怎样？你叫做无上甚深微妙，都不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你别把一心化界的这当中，一念一念受，这个受持。这个受叫做忍耐心，忍耐心，你应该有心，持叫做意念不忘，意念不忘，修。修忍耐心，你这里面要这个系列修文，见闻得，你的喜意有个系列修文，啊，你很明确，啊，你很对立，你持，持就是波持嘛，哦，意念不忘，你就是这喜意你不叫波持，你波持你的主意，主意的本性在这当中。你时时开悟的，但是侬任何一点点三宝行完了，哦，一乎是得，一乎是得，安那还相当，还相当，五乎色的还用得，生来死的这个你色的，你色的就行。了解，这名啊，还不像。好、哦，你有了解不？你有了解有没有？你有识的如何？一识，那识的这名啊，啊，就变异了。你真的有识得吗？一识，你那个清净本体里底当中，对那个自性了，你能够去顿悟，那是顿悟，顿悟的实力。顿悟迄时，但是咱是虽然有得着了了解，得着是得，咱这个时机内底
生意，一年弄咱地位也不赖，咱地位，咱是了解什么呀？咱是了解迄叫做表象，迄叫做表象。有咱想到，点嘛是按点一点，有法查迄个，我一查迄个案子，你永远在执着那个东西。你有把迄个物件发，你有把迄个物件啊转来，地位啊转来清净我。我们没有利用就过了，那拢是伫咧执迷啊，对立、对立、对立分别，所以伊才来讲啥？先以无量为宗，无量这个无量为它的宗旨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个无量不是讲叫你拢做无，要注意后边你该顺吼。这个无量、中量、经量、结合量。念念不变无为念，但一时消灭又不好去。这个念念啊哪？念念不是实实念，念念不是复杂念，念念不是清净念。所以呢，你念念，但是你不要念白，你不要叫念白白的。那个想法蛮，人修到了这当中，有点像。咱是不对，咱这个心无通清净，咱的心无通安静，心唔干，因为咱的杂念太多，咱杂你要归了，要你清净，它不是有那种力量出来，因为咱的地位啦，绝对无错，咱绝对无量，无力量能去转世升天，你没有办法突破了，所以你爱心。诶，迄个讲，迄个念就是讲，你伫念中，离无自念，安尼听无？毋是离开一个念，要去找一个清净，是这道理。离迄个念中，离无念法，咱说的叫幻境，对不对？这个幻境，这个幻境，咱这个幻境不能叫定啊，咱这个幻境叫本来无念，好，无念。所以咱前几下在讲，在定，安那，你不念定；在念，你不执念。因为你无念不唔对啊，你无念不唔对，不习惯。第三条，迄个五能个，五能个，五能六气个，念断必思想，怎么掉？我一等时对侬还了了，迄个电啊吼，我哩个断掉安那，我来不来电啊？安那？是不是那个根本也根嘛？你就是有思想，但是你的思想是怎样？你的思想就是，哦，叫做境界。你这个你的思想叫做正思维嘛？你的思想叫做正思维嘛？哦，不境界了，对当中叫正思，它不是境，不是叫你讲无思想的意思。所以一定要念这个净思想为宗，以无想为体。什么叫无相？凡所有相，还是妄。是《金刚经》第十七卷，伊内底一句讲：“释迦牟尼，离一切诸相，心无所得。”好，佛陀把释迦牟尼，离一切诸相，离一切诸相，离一切诸相，诸相，什么叫做诸相？人一定要了解，咱有这个诸法，诸法、诸相、一切法、一切相、万法、万相、不相即妄即相，咱在看法界里面看什么？诸法。诸相，诸就是讲一切的意思。诸法相嘛，含这种相相，含这种相相，用万法做一个假名，作者做一个假，其实这三个意思拢含这个意思。你唔含这三个意思，讲用这个大力教分析这物件，哦，离一切诸相，就名出不，哦，不离不妄见，离第五分当中出的，是我的。凡所有相，凡所有相，凡所有相，凡所有相。
俺们有烧香不？俺们有烧香不？是不是烧香？这个秘密呢，咱一定要先把确定下来。咱忙不理解到这个论婚的这秘密，后日咱讲出来，有阵时人看哦。咱就听人笑，所以其实拢讲一个秘密。所以咱讲，离婚一切是我上证明出来。咱的华严经安怎讲？地方这里，地方，地方，地里，地方，地方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犯叫做犯法，什么叫做犯法？因为咱今天去立诸上的内当中，咱嘛有立迄个立无相、无相、立相而无着相，叫做无相。立相、立上的内啦，不着相，叫做哪？叫做无相。安尼好啦吼。不得你今天今日第五分后边句来再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希望。但后边处有。若见这物件，有相非相。若见，这相非相。若见诸相，一见如来。若见诸相，阿弥陀佛，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即见，即见如来。如来，如来。以前咱讲。这个是在说一般顶的人，若见诸相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大智慧了。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叫做三谛道学。三谛道学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恁一定要看下清。三谛道学，诸相若见诸相，你看是怎样？来对，答一。另外是对啊，第一。另外是对啊，提出一二五八出来，十八出来，一百八出来。若见诸相，非相，不是答一，不是第一。这个叫缘起，这个缘起，这个叫性空。缘起性空，这个缘起无我，若见诸相，叫做缘起。非相，这个非相无我就是你唔能执，你唔能执着，嘉宾，你因为你要看到实相，你要看到真正，你是看到诸相呢，唔执呢，你看到一切诸相，哪能够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而不真，妄而不实，皆是希望啊！那不得来观呢？非相，为什么？第一就是，第一就是讲，你用相；第二就是看你的相，破相；第三就是见实相。你相没有破，你实相见不到。今天就快起来。我是来听，宗教啦，我是怎样个？迄个叫做电影，迄个毋是我，迄个影毋是我，我叫做实相，迄个光叫做万念法界，我叫做实相法界，迄个影叫做文字法界，叫做电影相。毋过呢，恁看袂影，恁看袂影，就甲当作是我。恁看袂影，因为恁看袂影。就讲，你看到这个相了后，你看到这第一项，你就讲这是第一，你为了讲，因为伊这个是最第一个问题是最重要。咱今日点，好，所谓咱的所谓电话设备，所有用电的物件，迄环境，迄个一切，迄个诸相，非相。以这个诸相、非相，
以见诸相归相，应即如来，见如来瓦解就叫做电，见你如来实相的电，见你诸相哪无见的电，见你一切的功夫哪无见的电。我想问，有功夫无？他绝对是没有功夫的。唔过人咧看到，人家看到对，我爱电风会凉，我爱电火会光，我爱电脑会开会听。我爱你拢看到这表情，你唔能伊个观念唔对，你唔能思想唔对。我比你再简单听下咯。啊，就是讲你讲今日去，就是无相为体。这个无相，就是讲你缘起，诸相缘起，你无相，你不执着，不相，你没有在着相，你在着相，你这个画面掉了。极限如来你都看不到，所以你就是你要有无相，这个是跟人该死该死该无主，无主相，不得离金刚经第第三文来讲，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，即为菩萨，即为菩萨，伊来讲对不对？是安那不得离这样讲的话，不得离金刚经第第二分的这当中的那个那个的，那个的。这个书法在那问的，问那问题，云何运作，云何享有极限？因为这个问题你看，云何运作，云何运作，云何享有极限？紧接着讲这两句，以及这两句。金光经兼合金光经的空间里头，他讲是这里的话，就因何因素自己说过的那么的，否则那个后边的第三分叫做大圣正照分的讲，伊安怎讲？伊用这段先来解释，伊用第二段，因为这段是第一段，这段第二段，这段就是第三段的解释，这段就是第四段妙显无数的解释。但是我想要解释，其实你把解释掉，你去问安那问医生，你去问我要给你回答。伊讲，诸佛地，诸菩萨、摩诃萨，应如是行医生故，一切众生之类，若观心、若开心、若色心、若化心、若有色、若无色、若有相、若无相、若非有相非无相。莫改明天，不为涅槃，以灭道尽。如是如来无所不变众生，是无相心变为道。阿弥陀佛，那诸佛在六道三摩上人上众生上虚界上来讲解。啊，这是东西名啊！你们得到烦恼微心，有观心，有开心，有色心，有化心，这个的有改众生，有有性，有无相，有有相，有无相，这是改众生。有无有相，无相变成无相改相性。咱今日，你要修百心法的来对当中，你这三百众生，你度这三百众生，但是三百众生不是好分咯。你若助你要度众生，啊，你会一定叫众生来办法。你助你众生相，你住在这种众生相，众生要办成多。咱已经遇到，已经三几年、四十几年，咱拄着作势啊，为什个怎个多的？啊，为什个痛苦流涕？啊，为什个就是这种？是不是啊？因为众生太人多，因为众生这句话你都不听啊，因为众生在讲是无明啊，但是你多呀，你无多你袂成菩萨啊，但是你爱喊我一条啊。喊我袂调啊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喊我袂调，当天你要去度众生，咱是白羊就是心在度众生，心是一定爱，第二叫咱呐，叫去度人，讲道理让听，甚至去到人遐，都把人把咱吐出来，我向吐出来出来，当时我爸爸喊爹大叔。去找伊个设备，向咱另外兜姓洪啊，啊，但是伊个较早讲，听讲面顶上咧做一个
客厅我在做阵，然后我唔知啦，按太太在做老师啦，安尼。我爸爸含你了，都给电话数哦，对呐，哦，那结果是会起个，为什么有时间买水啊？阿公嘛，阿做阵在呢，啊，那无无对呐，含你含几下大人去听，你去动，爱是谁老师嘞？爱是谁？因太老师嘞？爱你迄个都，哦，你那马头同乡，你那是谁？公家几个人？给我公布十分钟以前来，你忙讲，你两个公家相争，这我不会听。你哪个公家你相争，我不会听。我心若做好，我不会阴暗时啊，我无惊鬼来打我。嘿嘿，当然来说明哦，嘿，无咧来讲，无咧来说伊哦。因太个离去个边啊，坐伫边嘛，家己怎啊，家己歹势。因太个坐边啊，先生都因个战术习惯，二堂将差去掉。啊，对人客，人咧讲出我道理，讲讲你来控制出，哦，啊，现在唔请咱出，啊，都唔管，哦，迄阵咱啊，规面拢白花呢，土下无空啊，有空就装嘞。那个感受，那个感受，你要弱小有极限，你要还所有相，你比赛着相，你已经在着相，对，你就，哦，所以这部位，我这里经文经，你第三品大乘经中的人解不是我的那个云何林，第四分妙音无作的人解什么？佛祖说我的菩萨不发，应无所住行布施，所以不住行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说我的佛，说我的菩萨不住行布施，积福德不可数量。说我的东方西方可数量好，不然先生，南西北方数以上啊，西方可数量不然先生。若菩萨不住行，若菩萨不住行。以高级业服务的需要，但菩萨应如所讲，这部分就是你讲，你今日若无自信，布施也无自信，你何必出来了？唔过呢，咱今日这个相，这个相，咱无当依这个相来听，好，咱拢叫这个相来办，咱拢认假以真，认假，认假为真。咱想着目前叫假，咱想讲还所以存在一块，但是假。咱既然辛苦咧定吼，咱就去定咧。医生来讲吼，你肝肾是闹的吼，而且进一步检查吼，我发现有问题。你唔是讲还所以存在是，但是假吗？假为真吗？你安听着安尼面，你就袂拢好命啊。尽管你你放不下。你放不下，你阿的领界，你阿的领界为金，你是放不下。你我现在心头也是什么名言？无足为本，只有个无足为本，做这个这个做在做这个事情，做什么在当中本来就是重要的名言，做什么名言，叫做做什么名言。所以金刚经的第四分的在当中，一过要大分之过，是否的？菩萨应如所告诸，菩萨应如所告诸，有无？听好，菩萨应如这个，这个是咧讲哪？这个是讲叫做如如的法界。主条嘞，主教。